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大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和我的队友们来到了唯一人报的古农达多。古农达多在尼格里森比兰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登山景点，所以每逢假期或者是周末都会很多人来这边徒步登山。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有一个 group， 150个人。再来这给大家看一下，有一个很大的 group。古农达多，它的高度是海拔884米，从山脚到山顶全程大概6公里。刚刚过了买入门票的那个 counter 过后，就开始慢慢的上山。呢个系我哋今日最细嘅队友，小朋友几多岁啊？12岁。12岁啊，嚟加油！好嘢啊！我们的队友在这边休息，摆设车啊，摆设车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一段上斜坡的情况。我们的队友躲在我旁边喘气。来，继续加油！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段路的情况，很多的石头，需要拉绳子。我还爬过。从刚刚的 starting point， 我们走了大概27分钟就到了这个休息站。哇！要先在这边喘口气先。休息站，休息站。记得依度啊！记得坐下休息下先啦。我们在 checkpoint 这边休息了一下，现在我们继续。受不了，这个，那这还是不如这边呢。Hello。
过了刚刚休息站不久过后，这段就比较平缓了，可以在这边喘一下气，休息一下。我哋嘅队友啱啱响休息站休息咗冇几耐啫，依家又休息啦，系嘛？点啊？辛唔辛苦啊？广东达都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啊？点啊？广东达都辛唔辛苦啊？唔辛苦啊！好容易嘅，好容易嘅。同 Bella 讲嘅呢个。OK， 走。OK， 我哋继续。来古努达都这边登山徒步，你除了可以做新的古努达都，你还可以做一个 trans 阳段，就是多加一个古努嘎嘎和古努润包。如果还是不够的话，可以考虑做 trans 南宁。trans 南宁的路线，你可以在古努达都这边上，然后在古努当兵下山，或者选择在古努当兵上，然后在古努达都下山。也是可以的，全程大概22公里。嗯，鸡卵的是怎么里的？好，鸡卵的是血要到几百米。嗯。它两边是海拔，也不是很远。海拔没有这样高。如果看到这个大石头。代表说我们就来快要到山顶啊。早晨，早晨。咁快到嘅？唔快啦。哇！开埋档啦。系。正啊，正啊。哇！有鹌鹑蛋。我们从 starting point 走了大概1小时40分钟，就来到了这个空地。这里还不是古努达多的山顶哦，我们还需要爬一个楼梯上去石头上面。不用等，先当吧。去看风景先，不用等。Hello。带大家上去古努达多的山顶看一下。以前的年代，很多年前，我们来古努达多，这楼梯是很危险的，就是那种做 construction 那种楼梯，爬上爬下非常的危险。自从改了这个楼梯过后，就安全很多了。
这里就是格隆达多的商品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风景蛮漂亮的。我们的队友在上面那边拍照，我就不上去了，上面的位置很小。OK。OK。不好意思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老杨告别啊，我放来煲茶先。OK。啊，现在我要带回去下面煮咖啡。我们的队友。我等你个 coffee。OK， 就喺老杨告别啊，小心啲啊，小哥。嗰个石头旁边有车。到了到了，有隔壁人玩，啱啱再有隔壁人玩。哇！你睇佢樣玩。成功啦！成功啦！哎，你仲未到頂，我仲爭少少啊！仲爭少少啊！給大家看一下，今天觀眾大多的山頂，人頭湧湧啊！我們在這邊煮咖啡、休息、吃東西。这个是在 Trans Bahan 的时候遇到的朋友 ABC， 今天就在这边遇到他。来吃羊吃食的。来这边，那羊那是。还有，今天认识到两个新朋友，帅哥美女，来这个还来。嗨。隔壁好喝。一杯五扣啊，你饮咗三杯啊，我计住咗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最小的队友成功登顶，点啊，小朋友？啊，辛唔辛苦啊？有唔有爬上上面？未到啊，啱啱。未到啊，阵间休息下，爬上上面要小心啲喎吓，上面好高喎。佢话有第二次啊。有第二次啊，有第二次，记得唔好约我嚟啊。现在是10:15，我们开始要下山，山顶这个是。搓都冇得搓啊，人山人海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Very excited. 早晨，早晨。就到啦。到啦，唔系就到啦，系已经到啦。精神，精神。
我们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会经过这个考德，我们必须在这个考德付了一个5块钱的入门票，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手环，有了这个手环过后我们就可以登山。哦，这个也是我们的，这个也是我们的登山证哦。当我们下山出来到这个考德的时候，我们也必须要 check out。今天早上我们的名字那边要写上我们出来的时间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登山口，咕噜达多顺利完成，而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大家是喜欢今天的影片的，请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别忘记按起小铃铛哦，那么你就不会错过下个影片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顺利完成，顺利完成。你的车停在那边了、我的车。顺利完成啊！头先你讲咩啊？落山艰难。落山艰难。唔晓啦。耶，可以顺利完成。翻咩样样啊？顺利完成啦！恭喜恭喜。有没有掉？啊，小弟弟好厉害哦！看这边。Hello。人家小弟弟都成功。弯头了，弯头。